Welcome to Tech,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ch.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I'm glad it's tech time again. Mr. T, what's new today? Today we will review a video lesson from a first grade Chinese immersion class. I see that they'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healthy lunch.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lesson? This lesson shows how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n be organized around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for first grade learners. That's wonderful! But I often get so carried away watching those lovely children that I don't notice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hat's the important part. Don't worry. For this lesson, I have put more explanation bars on the screen to help the viewers notice th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Great! Let's watch the video. 准备好上课了吗? 准备好了。好，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认识新的朋友。新的朋友。 你想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想。我们来看，第一个女花花。好，我们说第一个女孩子叫花花。她是一座名。你说。 明明，明明，第一个女孩子叫花花，谁会说？我会。第二个男孩子叫明明，好不好？好。好。谁认识字？小。谁认识字？小。你说。第三个男孩子。 小海，小海，小海，小海。我看谁做的最好，我要请他回答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小朋友，你看一下他们，猜猜他们在做什么？猜猜他们在做什么？我看看我要问谁啊？ 我来问艾娜，谁会问？我会问。我们一起问艾娜好吧？艾娜，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吃东西。他说的好不好？好。很好，所有人告诉你，他们在吃午餐。 好，我们说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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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我能抓住谁？午餐。最后一个小朋友，还有谁？午餐。好，我们一起说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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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你们来听一听。 是谁的午餐？我们说一、二、二、三、四、三、三、四、四、三、四。如果你听到了花花，那你要选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只有些老师说开始，你才可以选。我没说开始，你可不可以选？不可以。好。 没说开始的时候，你在脑子里面想一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还没开始。一盒牛奶和一些草莓，请问小海的午餐是哪一个？预备，开始。
听一次啊，手放下来，我说开始你才可以举手。小海的午餐有蔬菜沙拉、三片面包、一盒牛奶和一些草莓，请问是哪一个？预备，预备，开始。对了，对了，对了吗？对了，啊、嗯，第几个呀？对了，对了，第二个。他说有蔬菜沙拉、三片面包、一盒牛奶和一些草。花花的午餐有一碗饭，一盘炒肉，还有一盘炒蔬菜。请问花花的午餐是哪一个？对，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谁快啊，开始。哦，对了对了，哦，这次大家都对了，说棒棒我真棒，棒棒我真棒，棒棒我真棒，棒棒我真棒。下面我们不听了，你们要来认字。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快自己看，小山的山，预备，开始。对了吗？很好，说棒棒，我真棒，棒棒我真棒。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小山的午餐有一碗。小朋友，还要不要猜了？不用猜了。第几个？第一个。第一个，谁跟谢老师一起来说一说明明的午餐呀？明明的午餐有三明治、汉堡包、饼干、鸡腿。鸡腿，对了，谁的午餐最健康？我觉得花花的午餐最健康。嗯，我们一起问一问婉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炒蔬菜、炒肉和米饭。声音大一点好不好？炒蔬菜和。炒肉和米饭，还有什么？和苹果。米饭，它还有什么？苹果是一种水和水果。热茶是一种饮料，是一种喝的东西，对不对？对。所以它很健康。下面还有哪个小朋友的也很健康？我想请你三个人一个小组讨论一下啊，三个人一个小组讨论一下。我开始。我觉得第二，我觉得第二，小山，你觉得哪一个最健康？有第二个。第四个，你觉得第四个？我也看看第四个。我觉得第四个，因为还有，我觉得是你觉得还是你们觉得？我觉得。你觉得哈？我觉得第二个最健康，因为有沙拉。
were working like busy bees talking and reading about their new friends' lunches. And they are definitely happy busy bees, totally engaged in learning. Furthermore, if you look at this chart, you will see that Ms. Xie used three questions to engage the children in real talk about their new friends. And as they were talking, the children performed all the language functions, as shown by the verbs in the right-hand column. Ms. Xie's lesson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teacher organizes instruction around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to maximize learning. Yes, indeed. Mr. T, just now we learned how to organize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 am wondering what the teacher should do to scaffold the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f the group work. Actuall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esson is for group work. Let's watch the video. 眼睛看着，孙老师，现在你知道健康的午餐是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对。那你做一个自己的午餐嘛。如果你做得好，我们说健康，美食家。跟着文丽说。 吃的主食，吃的主食，吃的主食，我要把大拇指送给一红，一红看得非常认真。吃的主食，吃的主食，这里还有可乐的饮料，再说一次，喝的饮料，安可别棒，喝的饮料，这里还有什么？帅哥。
只能选两种吃的，两种喝的，猜猜选几个进口水果？一种水果。下面我们三个人要来选，只能选两种哦。我们先自己选一个，我选鸡腿。我选。你选哪一个，小溪？面条。面条，你选。我选披萨饼。哦，你选披萨饼。哦，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最后吃哪两种呢？我们可以吃鸡腿吗？因为我觉得鸡腿是一种肉，而且鸡腿特别好吃。你同意吗，小溪？同意。你同意稳健吗？同意。你也同意，那我们要吃鸡腿。很好，那我把鸡腿用什么粘起来呢？酱棒。用酱棒。说用酱棒。用酱棒。粘起来。粘起来。用酱棒。粘起来。很好，再说一次。用酱棒。粘起来。还少一种，我们再从剩下来两个里面选。我们。还吃什么呢，文静？我们还可不可以吃披萨饼？为什么要吃披萨饼？因为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哦，我们有鸡腿了，然后再吃披萨饼。我们看看小溪想吃什么，好不好？我想吃饺子。是面条还是饺子？面条。哦。你们同意吗？我同意，因为我觉得面条里面有蔬菜，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吃一点蔬菜。不过披萨饼上面也有蔬菜，对不对？你们俩想一想，我们选哪一个？我们可以所以你想吃面条？你也想吃面条？我也想。哦，那我其实我也很想吃面条，因为面条是热的，里面还有汤，我还可以喝，健康，对不对？什么？健康。对，很健康。说用胶棒，用胶棒站起来。哦，你们学会了，再说一次。用胶棒站起来。用胶棒站起来。用胶棒站起来。哦。喝的，我想请小溪说吧。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选一个。我们每个人选一个。我选热水。我选热水。我选。橙汁，你选什么？ 我选柠檬汁。那这一次刚才谢老师先选的，对不对？这次让小溪先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喝橙汁。橙汁对吧？因为很健康。很。健康，你们同意吗？我同意，因为我也喜欢喝橙汁。我也同意。你也同意啊？好的，那我们喝橙汁。好的，那我们喝橙汁。谢老师的胶棒哦，在这里。用胶棒站起来。再说一次。用胶。我们吃这个吗？我想和你们同意。
素喜欢，那你告诉他你选。我们吃炒蔬菜。我觉得我喜欢草莓。草莓。我们吃的什么？不同意可乐。我不同意，不健康。李曼芝同意。可同意。我。下面小朋友，请你找一找，看有没有小组跟你们的午餐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你们到别的小组里去看一看，问问他们吃的是什么。黄色小球，我有我你们你们选他们的猪吧，你们不一样。你看，你们的一样吗？我们有一样的，你们有，你们有这一个。哦、oh, ，吃的一样，吃的不一样，不一样，喝的喝的一样，不的一样，喝的不一样。谁的喝的和你们的一样？他们的。哦，你们的是不是？好，我们的一样吗？No。谢老师，看一下，他们选了牛奶和热水。怎么说？我们喝了。哦，我们举手的小朋友说。文丽，我们的组和第三组的组的水果一样，对不对？对。觉得这一组午餐最健康的小朋友举手。一、二、三。好，觉得这。四五，这是第几组的？第一组。好，第一组。啊，不是，那是第三组。第三组五票啊。好，第这是哪一组的？一组。第一组，觉得第一组健康的举手。你已经爆了。一二三四五六票，觉得第二组的最健康的举手。二三四票，觉得这一组最健康的举手。为什么你觉得不健康啊？不玩。因为可乐和披萨饼。哦，因为可乐和披萨饼。可乐和披萨饼不健康。可乐我们偶尔可以喝一喝，能不能天天喝？有糖。有什么？有糖。有很多的糖。吃多了糖对身体不健康，对身体不好，是不是？对身体不好。那这一组啊，这一组的包子我觉得很好，可是不要喝太多的可乐。好，坐单针。所以今天是第一组得了什么健康美食家，我要把帽子给他们戴起来。坐单针。背你名。好，我们说第一组。第一组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好，我们说恭喜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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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好，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健康美食家，健康美食家。So we saw that age-appropriate modeling is important in scaffolding for group work. Speaking of modeling,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to split the modeling task into three parts and have three pairs of children model one part each with the teacher? Yes, I think so. This would involve more students in the task. That's it for now. See you all next time. Goodbye. Goodbye.